待皇叔一言九鼎，此可休？你分明无事寻借口啊，有何要事要我主筹啊谋啊？哎呀，赵将军，皇叔当初战败中州，几身无从来求我吴侯借荆州，安身暂时作妻留。今日立足疑云，应守信那城。皇叔妻留借地，岂可有话借啊？没回也头
兄，你莫愁，我本意为是先留永久号，有且有的且的，分清的有浅落，莫欺诈为杯。老屈弄住剑在手啊，
有冲撞之嫌，恕我多饮三杯了。想我主公也多饮三杯，恐有失仪，故事眼不便久留啊。